感谢主席，主席，我先让署长休息，我请那个区山市。好，区山市走很慢，那个时间要扣下来。哎，时间还没开始。委员好。好，我想请教区山市，是因为我看到你今天容光焕发，然后又穿紫色衬衫，然后又结上紫色领带。第一，你是有喜事到了；第二，还是健保二代修正版已经确定了，请讲清楚。 我喜欢紫色。你喜欢紫色，所以跟二代健保没关系。没有直接关系。现在二代健保，你的大老板叫杨署长，搞得灰头土脸，你还有办法穿得这么漂亮？在任何的逆境中都应该继续努力。所以你可以大致上透露一点吧，就是到底二代健保，陈鲁刚才署长跟各位委员答询的。 是不是已经极尽在行政院、卫生署、国民党党团三方会谈，最终还有一个总统府，大致上是不是已经敲定了？我们很努力的依照大家的意见，研拟出一个大家目前所希望的一个版本。但是这个版本是不是已经敲定了？这个我想，就我个人来讲，我无法确定。 你无法确定嘛？哈，是。你无法确定，你还穿这样，好，请你下去吧，谢谢。好，感恩了。来，有请署长。请署长。署长，居然是刚才回答你有听到，他在逆境中求生存了、哈。是。然后就让自己的精神状态保持非常良好，就像刚才黄义交委员对你的鼓励一样。是。好，那我也希望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才请居然是上来。那当然，我不是叫你穿着要改变了，哈。是。 我还是必须要这么讲，这个二代健保在一度的变的过程里面，刚才国民党籍的委员卫环委员，我也特别替他们讲一句公道话。当时在上次会期8次的检讨，保留26条条文，27条。那个时候我们一直主张先不要出去，但是当时的招委就急着，当然他也有某部分的压力的。 他连在主席台都这么宣布，党团决议今天一定要出去，你应该记得吧？是。我还起来，还有很多委员都起来抗议，说什么叫党团？这个地方是委员会，不叫党团。所以刚才才会特别希望署长你在跟国民党团沟通过程里面，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国民党籍的卫环委会的委员。当然，这第一点。是。那当然，比例上的沟通，也希望在民进党团的委员。 你也应该有一个适度公平的沟通的这样的时间。委员都是一样的。因为在礼拜一的时候，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跟你沟通的时间可能不到5分钟。那当然，其他时间都是在院长主持的会议在协商嘛，吼，那个过程。所以我还是特别期待啦。是。当已经要确定了，那确定这个是最好是你的一本初衷的一个坚强的版本，然后。 不然，我觉得这样的二代健保在未来的院会在处理过程里面，可能还是会困难重重，是还是会变化蛮多的了哈。那第二个部分，我必须要特别讲，刚才署长也特别强调资本所得，不是你讲的不是资本利得，应该是资本所得，就是股息是哦股利的部分，那个是资本的所得是，而不是我们在当时讲到希望扩大会期把资本利得纳入，不是对。哎 那如果这个部分到底可以增加在废机里面的比例占有比例是多少？如果用数字来用金钱来换算，到底可以增加多少？这个哦，刚刚报告过了，这个现在到底是哪几项啊列入废机，也没有最后的确定。那个完了以后，当然还要跟我们这个整个所有的立委要报告嘛哈、啊，但最主要是我们卫环的立委。 所以那个项目没有决定，这金额当然就没有办法决定嘛，哈。但是，就刚才署长有隐约的透露一些嘛，就这个部分会纳入嘛，对不对？像股息、股利的部分纳入。我们原来一代啊是投保薪资是3.37兆嘛，对不对？啊。对。那我们在这个，如果我们所提议的哈、啊，通通可以被通过的话，那这个它的基础啊，应该有可能增加到1兆嘛。好、啊，我们到5兆。1兆。 哎，增加1兆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很清楚嘛，我们原来二代是希望达到5.5几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个除了经常薪资我们现在投保薪资以外，还有6900亿的这个所谓的奖金的部分嘛，哦，那另外那个还有1.5兆的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各种的收入嘛，哦，那现在大家已经决定。那些很困难收到的，那就不要放进去。所以我们希望哈，这是希望能够达到1兆啊。那我所长，我可不可以这样简单请教一下了哈？就你说要增加这1兆，嗯，这1兆里面，嗯，股利跟这些利息的部分是占1兆多少？占差不多6-7成啊。有占到6-7成。是，哎，但是这个里面啊，有一部分扣不到嘛。比方说我们那个利息啊，你俩几百块啊，根本都。银行不会替你代扣，因为那行政成本也蛮高的嘛，哈，嗯，所以那些当然就扣不到啦，哈。我们所讲的这个股利也是一样，如果很小额的，我们这个税捐处这个国税局在稽征的时候，一定的小金额底下也不会扣到，可是那个累积起来有时候蛮多的哦。但是你说它可以占到将近1兆的6-7成，有可能吗？有，这个是根据国税局的资料，不过这些都需要再去确认，哈。现在讲的都是一个粗的估计，因为国税局的资料我们还要再详细的去勾稽嘛，哈，所以这个要相当的。好，那我再就教署长，那职业所得呢？职业所得哈，刚刚在黄淑云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有提到哈，比方说第一类第5目哈，我们现在是已经用职业所得在跟他这个加保了，哈，所以增加的部分是有限的，好，职业所得这是大家的期望嘛，哈。但是所能够增加的不是那么多，所以这些实际的数字啊，现在讲的都是一个很粗的，实际上还要我们再跟财政部已经有很多的讨论，但是还要再跟财政部有做更精确的去了解啊。所以简单讲，就你现在的答复给我的感觉，还是会再有所修正了。是。所以目前来讲，回答的都不是很可以马上很确定的。对。是在飞机的范围就是这个地方。对对。还没有办法确定就对了。对。所以还阁摇啦，所以甲看区政府换啥物衫嘛无效，因为摇袂掉。但是我可能还阁坚，我甲侯超伟赶快加坚持一点啦吼，因为你把家户总所得改为个人总所得之后，那个汇率绝对不能高于4.55啦，因为这个，署长我好，不然我这样我这样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就教育你，当时二代健保还没有你现在所讲的这个修正的过程里面。你对外的宣称是说会让将近60%的人，对他的保费是下降，40%是上升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修正版变成怎么样？现在修正版啊，费率会下降嘛，哈，那几乎所有的人费率下降，就所有人都会往下降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等于是100%的人都能下降。但是有些人哈，是用那个固定金额，那他这个就要来研究了哈，费率下降是大家讲嘛哈。但是就是有多的那些收入的人，他就变成要增加嘛，哈，就是变成这个样子。对啊，比例是怎么样啊？因为你当时有办法去跟各位讲说，那个比例是6:4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？二代健保的修正版的比例是怎么样？现在的时间非常短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，不是那么快，一天就可以算出来的。我们还要再去。兄弟，咱已经唔够一天了啦。其实你来看，你想者拜日中昼迄困2点钟的时，你嘛阁走到议会，啊下晡来时人继续甲你问，你嘛讲啊，你议会遐检讨的，差不多确定啊啦。哦，因为你有参与嘛。是啊。迄天其实下晡的时候，啊阁有委员继续甲你问，你的答案是安尼哦。方向嘛，但是要实际的计算又是一回事。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啊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因为你当时的60%下降，40%是会提升一些。那你二代健保的修正版的比例到底怎么样？那也是个方向一个范围啊。对。但是能不能现在答复一下？现在没办法。没答。好，没了。一刚我其实有委员跟你讲说，不要让健保局变成一个第2个国税局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救援扣缴不会去再让他们花这个精神。但是你如果刚才没有依照侯兆宇那个建议，就是说你改为个人所得的部分啊，依照4.55的那个汇率去做一个基础来调降的话，我觉得会让我们很担忧。5.17为基础来调降，不是5.17的，5.17是4月1号今年更加调整的。你按那画巴拉看哦，这不是画巴拉看啊，不能够平衡。冇，我是期待讲，恁的健保局唔通像有国民党委员甲恁质询讲，你唔通变成台湾第2个，迄个国税局嘛，啊无你的健保局名称要改啊，叫做健全国家保全科税局啊。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绝对不是照你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你的原意嘛。最后30几秒了哈，我还是要就教于那个新型的库甲市政。因为那一天在专案报告，其实大家各位委员相当关心，所以才讨论到4点，才有今天的延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的询答了哈。因为那一天你的答复真的是跟局长是不一样。其实12月18号顶多可以做出的结论叫做可能或极可能而已的，是不是确诊？是。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跟司长讲。 我觉得是你的下属提供你的讯息是错误的，因为起先你一直答复说要等到12月18号才可以确诊。当有委员问你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等这么久？因为它是去年的案例，你说有别的国家可能有2年，可能3年嘛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案是不可能确诊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病理解剖。但是我要提供一个正确的数字，我希望局长应该很清楚了。一般极可能的病例被判定为定义上是极可能病例，解剖之后。 就是新型库甲氏症，100%到现在全世界所做出来的结论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如果12月18号判定为极可能的病例，请拍谁？那我都可以确定讲，伊是不是新型库甲氏症？因为我们已经没办法解剖了，所以我那天才送你2个字：悬案了。到底是不是呢？应该这样讲，它的定义就是分3类嘛，可能、极可能跟。 确诊对吧？但是在所谓的公共卫生的作为，极可能案例、新型极可能案例，你的作为还是跟确诊是一样的作为嘛？你所有的防范措施，所有考虑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在 WHO 就是这样的归类。那归类反正这个定义都是很明确，就照这样定义走。可是当我想，当国人知道说它是一个新型的极可能案例的话，我想大家会了解说这个个案在这个专家小组的观点里面，就是新型的极可能案例。它的解读上，我相信大家的解读应该也会有清楚的解读才对。那因为临床就是这样，它的病例定义永远都是有一定的定义，就是可能超过那个定义。这个是你们的专业问的问题，你也没有直截了当跟我回答。你要用很模糊的一个说法再跟我回复，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哈。我只是希望说，你们在面对这种疫情的过程里面，不管它是个案，不管它是怎么样，那基本上。 你也让署长很清楚，因为那天的答复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个你也很清楚。这第一点，第二点，因为刚才有很多人就针对那一个得跟不得的得啦哈的一个状况，在跟你们就教，也是希望说我们不要因为在先前的处理作业过程里面，导致后面让台湾对我们卫生署、对我们疾管局有不信任的感觉啦。你今仔日你来当搞也病理解剖，没有病理相关的这些东西。 透过这样的法律去严格去执行，今天我们没有什么在定义的问题，直接就检验了啦。刚刚跟我是安尼尔，对不对？你们11月18，阿哥里亚到底可能还是不，还是极可能，还是没有确诊呢？但是我们还是回答说有确诊呢。我觉得这个部分呢，我回去检讨一下。这个那一条哈、就是强迫这个解剖那一条的适用的时机啊，是不是在考量这个病患的权益底下哈？但是另外一边公众的利益，这个我觉得应该去检讨一下。OK， 好，谢谢署长，谢谢，谢谢。